雷姐，又在干活啊？啊，你没钓鱼吗？没有啊，钓完了，准备回去了。不是，这么早回去干什么？咋了？没口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回去有事吗？没事啊。没事就在这下面玩吧。不是你这下面有啥好玩的？一天到晚。反正你回去也没事是吧？你回去，你爸还催你相亲是吧？一回去就跟你说终身大事。咋的？是不是？你咋的？你想骗我帮你干活啊？我今天不找到你。那你要干啥？你喜欢看我干活，就在这里看我干活。不是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呢？我有啥特殊的癖好吗？我看你干活玩。啊？你昨天不是说喜欢看我干活吗？那是鱼没口啊，我上来玩了。今天也是没口呀、啊，你今天回去要被催。跟这个香，跟那个香，你真不让我干活？真不让你干活，今天绝对不包让你。你说儿乎？儿乎，信了吧？嗯，行，那你干吧，我就在这里看。你在这里看？啊，去那边坐着看嘛，站着不累吗？那边哪有坐的地方？走嘛，我先去给你弄根甘蔗，你边吃甘蔗边看。甘蔗甜。不是今天啥待遇啊？待遇有点好的过分了。哎呀，来吃甘蔗。这待遇也太好了。就坐在这里看我怎么干。行，我就坐这里看你干活。不要走。我走啥？就这待遇，傻子才走。又有吃的，又有坐的。自己说的。啊，我都能在这里坐着看你干一天。好，谁走谁傻子。啊。叫我走开！我走！喂喂，我告你！
么怎样。拜拜，再见，再也不见。